然后我们这一次的课程，我们要教学的是如何在 Lumia 里面直接制作动画。那因为在 Lumia 软体里面，我们所看到的是它已经所谓的 render， 就是它已经渲染过的成果，就是包含影子啊，它已经会有些物体已经会移动了这样子。那我们在教学动画之前，我们可以它可以有另外一种，它可以也可以选择绘出成图片的样子。那就是我们就可以调整好我们要的视角之后，我们就直接选择图片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在这里更改不同的焦距，要近还是远，然后我们可以直接，然后它会有，也可以选取不同的特效，就是可以让它看起来可能有下雪的样子啊，就是可以直接更改成我们要的样子，然后可以直接储存下来。那我们现在正式进入到动画制作，我们就点选右边的这个影片。那它其实有点类似一般的影片编辑软体，是它可以分成很多格这样子。那我们可以直接在这里插入图片啊，就是可以选择图片或者是影片，然后它就是当我们会出成影片的时候，它就会整段直接这样跑完。那因为我们现在要的是直接在 Lumia 里面，它有不同的场景的转换或者是物体的移动，所以我们就选择录制。那它就是有点类似我们可以现在这我们第一个要的场景是这样，那我们就选择拍照。然后第二个我们要的场景可能是已经比较近照这样子，那我们就可以选择在这边。然后就是我们一样是用 WSAD 还有 QE 键可以移动，在里面移动这样子，那我们就选择拍照这样子。那我们就可以把我们要的场景转换的样子全部选择下来。这样子，那我们可以把镜头退远一点。然后我们选择好说我们要的场景之后，就点选返回这样子。那我们就可以先按播放试试看看它的样子，它就会是依照你刚才里面这一则选取的不同的场景，然后它就会有做不同的转换这样子。然后我们刚才看到的只是单纯场景转换的动画而已，那如果我们想要让里面的人啊或者是船啊可以移动的话，我们就必须选择新特效。那新特效就分成影片特效，点选新特效之后，我们会进到影片特效部分。那一样是会有不同的镜头的样式可以给我们选择这样，或是不同的场景的样子可以给我们选择。那因为我们这里是要让物体可以移动，所以我们就点选物体这个部分，然后就可以有分为隐藏层、移动、显示层、天空下降跟先进移动的部分。那因为我们通常物体的移动不会是直线型的移动，或者是等速的移动，它通常都会有快慢或者是转弯的部分，所以我们就选择先进移动。点选完先进移动之后，我们会看到荧幕的左侧的部分，它会有一个 Advanced Move 这边的选项可以选择，然后我们就点选这个画笔。点选画笔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决定说它在某一个时，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影片总共是27秒时间，那我们可以选择它在哪一个时间的时候，每个物体分别是要在什么位置。那我们就选择在一开始的时间的时候，我们就选择让这个人他停在这个位置。那我们大概选三分之一的时间，我们让这个人移动到这个位置，比较靠近门的位置，那它这里就会有做一个标记的部分。然后我们在时间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让它站在一开始的位置，这样它就会有标记。那我们可以看到，当我们点选在中间时间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，他会跟着一起移动。那我们也可以，它除了移动之外呢，我们也可以让它有上下的高度，或者是它的大小变化，或者是它可以旋转。那我们在这个部分，我们就让它做一个转到面向外侧的这个的方向。
然后我们一样呢，在后面的时间我们就让它走，再一次的走出来。那我们点选编辑好之后，我们可以点选返回。点选返回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人他就会走进去，然后在一定的时间之后会转向，然后走出来。那除此之外呢，我们还可以就再点选新特性，因为它的就是我如果我们已经选了先进移动的话，我们就它就是同一样点选画笔，就是在同一个先进移动里面，我们可以选择让它有很多不可以对不同的物件做不同的编辑，就类似说我们点选这个船，我们让它在时间一开始的时候维持在待在这个位置，那我们让它就在整段时间过程里面，我们会让它有一个移动的行为，这样子。那我们就可以看到，在影片的过程中，这艘船它会有一直移动、直线性的移动的动画出现。然后这就是动画的介绍。然后当我们整个动画都制作完成之后，我们必须要把它绘出。那我们就点选整个动画，回到整个一直全部的所有整个动画的画面之后，我们可以点选储存影片。那储存影片的话，它这里还蛮方便，是我们可以直接存成 MP4 的档案，就是它是直接是一个影片档，或是说如果我们想要绘出成不同很多很多张的图片之后，然后我们再用 Movie Maker 之类的程式把它串在一起的话，我们也可以点选图片，然后它这里就可以调整我们每一秒所生产的图片，或者是说它的不同的图片的画质，这样子。那我们就可以直接选 OK 之后，它就会让你选择保存位置，那通常我们会建立一个新的资料夹，这样子，然后让所有的图片都存在里面。